386 C9 高地已经过来了，前面就是公路。排长，今天晚上敌人口令，我们还不知道没有口令，我们不上公路。
底是什么人？你是崔大嫂。你是？我是严伟才呀。严排长。大嫂，都是自己人呐。大嫂好。桥秀公路，乡亲们掩护我跑出来，正要到青石里等你们。大嫂，我们马上就要过河，打掉白虎团指挥部，前面有没有新的情况？严排长，二秦东征边防守紧，美军岗哨鸣如you
陈龙到，带领火力组首先消灭敌人警卫排，是。半路金大勇到，负责打掉敌人通信雷漏，是。黄文哲到，带上十二编辑号，奉西卫团部。我们美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5榴弹炮营，在永金桥支援着你们，共军是绝对过不来的。启动！